但係我又覺得這個新嘗試是來得挺及時的，剛剛正值我減肥的時期，我發覺呢，因為我的舞是要有一些扭動條腰的動作呢，所以我發覺我真的瘦了的，係啊。咁同埋今次這隻舞其實真的拍 MV 到排是用了三日時間，所以對自己來說是一個對於自己的專注力一個很大的考驗咯，幸好都可以完成到拍到個 MV 係啦。係啊，開頭都好緊張，但係原來伍佰老師雖然佢對音樂非常之認真，但係佢對我哋係好好人嘅，即係好體諒我哋，亦都教我哋嗰個方法去解決我哋本身係滿係寫歌啊、寫詞啊，或者堂會去唱裏邊嘅問題。所以都可以在一個很輕鬆的情況之下學到很多東西，而且他做事是很爽快的，是啊，我喜歡